你杀死了金老师，你告诉人们，他千万不能沾毒品呐，万恶的毒品，万恶的毒品呐！别走，那是冤枉的。人家要找你呢，你这是犯罪。我不要你怎么办？把我的儿子，你把孩子怎么带成这样？我不想要他。你坐过来。听说你们找我，其实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。不过，能和你们聊聊天也挺好的。林迪，我们很想知道，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们都是研究人的人，从人的角度看，不难找到答案。对，正是从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研究角度出发，所以我们才对你整个作案过程有一个疑问。你以两年徒刑和不惜牺牲自己事业前途作为代价来达到报复，你不觉得这个结果损失惨重吗？惨重？不，真正惨重的是我的对手顾明涵。别忘了，他可是判了重刑的。这个恶魔，应该枪毙他，应该枪毙他。哎呀，你这要上哪儿？哎呀，你回来，你不能这样做。我要打的，我回家，我自己找医院。哎呀，你这样做会毁了我的。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呢？是谁说的没有结婚没有成家？是谁说的爱得发疯发狂呢？
一个大学生刚毕业就为你献出了一切，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呢？谁毁了谁吗？灿灿，哎呀，你看又来了又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不真心爱你，我不打算娶你，我能让你保住这孩子，能让你生下他吗？灿，我记得你说过是我的才华吸引了你。哼，有才无德。我是德才兼备，我马上就要提升为副行长了。真的？这下你明白了吧？所以我才要把你送到乡下去。我现在正和我那母夜叉老婆闹离婚，如果生孩子的事让她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？别说婚离不成，副行长也别想当了。灿，你不是想让我早一天获得自由吗？早一天娶你做新娘吗？早一天实现你的还有我的理想吗？我一当上副行长，就能施展自己的才华。灿，你真的愿意把这一切全毁了吗？我真的不敢再相信你了。灿，你应该相信我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娶你的，我发誓。灿，你听我说，我要到行里去开会，你到乡下去，对你对我都很安全。来，哎，不，我不去乡下。这又怎么了？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这样做会毁了我的。哼，把手机给我。哎，是巩哥吗？对，是我，按原计划办。好，就这样。知道了，走，开车。
回事吗？啊！哎呀，现在生娃娃，你们送到医院去吗？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都十几年了，别说了，你看，老舅就是生不下来，怎么也生不下来。我看看，来。哎呦，这都见红了呀！快拿点卫生纸啊，快一点啊！卫生纸用那烂套子就行了。啊，那要出了人命咋办呢？哎呀，万一出什么事儿，生出活的有人要，生出死的更好，你就负责把他带出来。那大人出了事儿咋办呢？哎呀，出了事儿我们顶着，跟你没责任。你快看，就出，快看看。那这是你们说的啊，那跟我没关系啊。那你们快弄点水，快去吧，去吧。好，我们去那边，快点。哎，闺女。闺女，你忍着点啊！闺女，哎呦，闺女，啊，你快带我去医院！不行，闺女，你把什么人得罪了？人家不送你去医院呐！在哪里啊？啊，快讲！啊，这个呢是我们修好的钱袖，这个钱就归你了啊。这个孩子从现在开始就归我们了。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这不是修好的吗？你是谁我们不管，我是谁你也别问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快点吧，说好了，走走走，别走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让我再给孩子喂口奶。哎呀，喂什么奶嘛？我们有美国进口的奶粉吗？我告诉你呀，我们要给你孩子过最好的生活，受最好的教育，还要把他送到美国、英国去留学。我们不能生育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小孩子照顾得很好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快走吧！行，怎么能放走我的孩子？还有我的孩子！哎呀，你放走！Thank you.
喂，老公，我刚到。哎呀，真够呛！你不知道今天的事情安排的特别满。啊，这样吧，我11点以后再给你打电话。嗯，好的。林总，这是这一个月的工作安排，请过目。好，娜娜。哦，你抓紧时间给我查一下这个人。他是谁呀？他原是市银行的信贷科长，我需要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和资料。好的。龚明翰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喂，他走了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城市银行副行长龚明翰先生，这位是我们长华实业的林总经理。你不是王灿吗？王灿？王灿是谁呀？我不认识。龚行长，你好。哎呀，林总，你长得和我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像极了，简直是太像了。是吗？我真的那么像你的朋友吗？那我们合作起来会非常愉快，请。啊，好。好，打得好。龚行长，你的球打得可真不错呀。真不可思议，真是太像了。真这么像吗？林总，你那份报告我已经看过了。其实我们可以在办公室里谈嘛。这次长华实业在我市投资，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。贵公司的自信证明已经传真过来了，需要在我们银行拆借500万，利率为短期借贷，银行已经通过了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太好了。龚行长，你喜欢和我交个朋友吗？像，太像了，我还以为是王灿回来了。龚行长，你已经第二次跟我提到王灿了，真这么像吗？那可不可以到你府上去拜访一下？哎呦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咱们是在谈公事嘛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也是不大合适的。啊，没什么，龚行长，不要搞得这么紧张嘛。哦，对对对，来，请喝点茶吧。好。我要报复。我要报复，我要吓死你！不会是王灿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说什么？开你的车吧。找谁呢？啊，请问这是龚行长家吗？是啊，有事吗？我们是长华实业公司的，来拜访一下。对不起，二位小姐，我们家一般不接待客人，
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只是礼节性的拜访一下。哦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进来吧。这边请，我给你们拿点水果。不用客气了。我是真心爱你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我回去就跟我那老婆离婚，你先到乡下去，这对咱俩都好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前途的。小姐，你请坐吧。啊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长华实业公司的林总经理。啊，林小姐您好。你好，请坐吧。啊啊，长华实业和城市银行有一些业务关系，我还想请巩行长啊多多关照，不成敬意。你太客气了，我真不好意思。哎，二位小姐还没吃饭吧？下面啊有个海鲜馆很不错，我请你们吃饭行吗？不麻烦了。没关系的，吃饭又不掏钱，我签个单就行了。我们中午啊还有个应酬，那我们告辞了。啊，一定要走啊？那我就不留了，再见。啊。多多关照，不成敬意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我真不好意思。二位小姐还没吃饭吧？楼下有个海鲜馆，很不错。大姐，我请你。我真不明白，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做生意的范畴了。万一要是……算了，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。我要做什么事情，一定会有道理的。那你和巩行长是不是？你非常聪明。董事长这次交代了，让我盯着你呢。我知道，本来他没让你来，我跟他闹了一场才把你叫来的。不过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董事长知道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大姐。可我真搞不懂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现在是企业家、大名人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又何必和他去斗呢？对，我是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是我没有青春了。我把自己卖给了马老头，你知道吗？我付出了多少的代价，承受了多少痛苦，这个你是无法想象的。和巩明翰好好的玩一玩。大姐，你就交给我吧，就让我置他于死地。大姐，不用你出面。让他死，太便宜他了，他把我害得太惨了。这一次我要和他慢慢的玩。
你慌什么呢你？你会坏事的，我不是警告过你吗？不要在家里接待客人。你今天是怎么搞的？嘿，那有理还不打上门客呢？我能把人家轰出去啊？是谁说的没有结婚没有成家？是谁说的爱得发疯发狂呢？谁毁了谁吗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总觉得这个富婆挺神秘的。你刚说什么？你跟那个富婆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打岔，我觉得不对劲儿啊。怎么了？他为什么给我送礼呢？这项投资计划是省上领导批过的，长华公司是广东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公司，他给省上投资，用不着给我送礼呀。再说上回他们董事长来，咱们省上领导还设宴招待他们呢。哎，这不就对了吗？那省上领导批过的事儿，你慌什么呢？再说了，那个富婆她不是现在用得着你吗？你不是说她要在你们银行拆借500万元吗？行了，下不为例。我再说一遍，以后不要在家里接待客人啊。嗯，好好好好好，就你事儿多，这又不是第一次。哼，林迪，王灿，王灿，林迪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行里的事情很多，林总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？我是想让你轻松一下，我们聊聊天嘛。啊，那天你叫我王灿，怎么我们长得非常像吗？龚行长，龚行长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，没想什么，对不起，是我弄错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龚行长，你跟这个王灿不是一般关系吧？不不不，一般关系，一般关系。这个王灿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早就失去联络了。说得好轻松啊，姓龚的，我会让你恢复记忆的。龚行长，长华实业目前导出了款项，拆借的500万呢，已经打入了贵行，请你过目。好。龚行长，一点小意思，请您收下。哟，这不好意思吧？这。林总，下次贷款需要多少告诉我。啊，还是500万，3个月以后用。龚行长，你可得帮忙啊。啊，那是那是。龚行长，不打开看一下吗？这。放心吧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没有关系。好吧。林总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龚行长，你太客气了。按游戏规则，这是规矩吗？林总，晚饭我请客。啊，不用了，晚上我有个应酬。哦，那好，我就告辞了。请。啊。阿迪呀，我的小 baby 呀，提前办好了就该回来了，啊？是的，我正要告诉你呢。我们准备明天动身。哎呀，阿迪呀，改变一下计划，
让那个拉拉和西吉开车回来，你坐飞机不要坐汽车了，很辛苦哦。好吧，好吧，这样吧，等订了机票以后，我再给你打电话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什么东西？啊，你去把门锁上，把所有窗帘都拉上。啊。宋行长，一点小意思，请你收下。哈，林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宋行长，你太客气了。啊，按游戏规则，这是规矩吗？晚上我请你吃饭。这是谁呀？这是。这怎么只有这女人的背影啊？这个女人是谁呀？怎么只有她的背影啊？是她，一定是她。是谁呀？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谁给你设的圈套？哎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仇啊？哎呀，别搅和了，我会把这事儿摆平的。看来王灿这回跟我来真的了。王灿，这怎么又冒出个王灿？王灿是谁呀？一个朋友介绍的。我跟他有过孩子。你在外面胡搞！你是个混蛋！哎呀！你看我跟你别闹了。苏萍，这事已经过去八年了，你现在是我合法的妻子。这回，你必须和我配合。咱们得一致对外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是咱们结婚没几年，就是咱们俩第一次吵架，你不是让我滚出去吗？我当时没地方去，就到朋友家去。就是在那天晚上，我认识了她。她是个妓女。她刚大学毕业，是个纯洁的姑娘。什么？她是个处女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王八蛋的，你他妈的跟我结婚没几年，你就在外边胡搞，我审死你！行了，行了，别闹了。你，我最后对王灿的手段是狠了点儿。你怎么对待人家的吗？我找了几个人，花了2万块钱。什么？你用了黑社会的人了？哎呀，什么黑社会？是一个朋友找了两个人看着他，最后把他弄到了乡下，生了孩子。你他妈一下说完行不行？你真生了孩子了？这孩子在哪儿？苏萍，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，我不能让王灿毁了咱的家，不能让王灿毁了咱们的前途。我最后没办法，托了个朋友，把孩子卖了。什么？你真的把人家孩子卖了？哎呀！你这个人，你真是太作孽了呀！你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请进。
行长，这儿有几份文件，请您签个字。啊，纠正一下，以后叫我巩副行长，老行长不是还在位吗？嘿嘿，巩行长，这行里上上下下都知道，老行长一退，您自然就是行长了。议论归议论，在组织上没决定之前，我还是副行长吧，别瞎叫啊。那倒是，那倒是。我问一下，广东长华实业500万短期拆借办好了没有？早都办好了，一个月以前。怎么，那边还没到账啊？哎，要不要我派人落实一下？不用了，我随便问一下啊。好。巩行长，行里上上下下有些议论，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哦，来，来，坐这说。坐吧。巩行长，现在行里很多人已经开始议论你，8年前跟那个女的，现在人家都说你跟那女的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不是给她钱不给她钱的问题，而是你和女的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议论，如果是这样，咱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啊，怎么把问题解决了？现在我跟你说，我一切听你的，你怎么说，我就来的。就是，我也听说了。哎呀，陈长，你看我这话，买房子是啊，这样他在之前都人模人样，这是这个事情啊，咱们俩已经派人当当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真是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吗？事儿茫然，这是一个晚了。巩行长，你来得好快呀！上次请你来。